拿破仑到现在每一年都有显著的成长。拿破仑这间酒厂呢，已经拥有了2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这200多年呢，德宾精神从未止息，喝起来和别的品牌都不同，我们的风格也和别的品牌都不同。拿破仑一世王酿代表了拿破仑的精神，结合了优良的传统，卓越的工艺。